别动。娘。娘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自韩国的金爱琳。我今天我要去中式足疗按摩，因为后天我中国妈妈再回来了，所以我以后我陪她去中式足疗按摩。我妈妈回来之前，我实验试试，因为如果那的地方不凉快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我觉得太不好意思对我妈妈，所以我提前我试试。我现在很期待，因为我非常喜欢按摩。那时候我来中国以后，一次也没有按摩。我刚刚我的脚指甲上涂好了指甲油，我准备好了，走吧。今天风太大，我现在去的按摩店，这个我的过路的时候我偶然发现的地方。糟糕了，我现在记不清楚在哪儿。我找到了。好，现在可以按摩吗？可以。好的。在哪做？我随便做吗？对，叫治疗。就治疗。治疗。一般多长时间按摩吗？有价表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啊。那个时间有那个。这边是单向的，然后这边是有套餐。我看不懂。脚足疗。足疗有30分钟的。30分钟。然后有45分钟的、有一个小时的。这是足疗的。我觉得一个小时。我想按摩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的足疗是吧？好，可以。谢谢。我是韩国人，外国人。哦，那你这么快说的挺好的。啊，我跟中国人结婚了。对。放大我可以吗？对，热热是。行，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热。视频不是直播，不是直播，这是拍视频。我给你拿后背。我怎么？坐这边。坐这边。没有啊，我要知道你们的脸。但没有出来。안녕하세요。对呀。你不说普通话，我可以站起来，我的头发。不，可以吗？你这样放着，另外过来。在中国待多久了？6个月了。6个月了。你的总部把你派来的？我说总公司把你派来的吗？他。你在这边上班还是定居的？上班。能不能慢慢的说吗？可以。慢慢的说，我可以听懂。说快点，兄弟。太快，对我来说太快。好呀。中国习惯吗？习惯了。吃饭吃什么？吃馒头还是吃米饭？我都可以。我老公一般不吃米饭，我老公一般吃馒头或者面条。听懂我说话吗？听得懂。你说嘛，有的时候你说话听不明白。有的时候听不明白。我和我老公说是。对话的时候我们一般用韩语说。用汉语还用韩语？韩国语。但是我现在努力用汉语中文说。现在是吧？但是很好，烫，有点烫。三档我非常喜欢韩国。很多怎么办？这个只能修。怎么修？用刀。用刀。对，那另外收费的。修不修？那是另外收费的。
我听不懂。那个是另外收费的，另外付钱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付钱，付钱，明白了。那是另外付钱的。啊，修不修？修，修，修。修一下行，我给你修。嗯，好好。看起来很害怕。已经爬上去了，没有事的。跟孩子脚一样，你穿那鞋，你的脚还会疼。对呀，很不舒服。对呀。别动。很痒。痒。站一半。你是从家买了衣服，你穿完以后再到哪里卖给他说价？五个字。要说五个字，你们这话比说中国哈，用你们韩语去说五个两几个字，说中国，说中国这两个字的话，你们用你们的方言说几个字？用韩国语说话要说几个字出来？中国。中国。对，用你们韩语说。中国。中国。用你们的韩语说，说要说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对。啊，你。啊，你。你会说几个字？不是，我说，好比说中国这个名字，它不是两个字吗？嗯。用你们的韩语来说，要说几个字？啊啊啊啊啊！啊，你说，如果中国说欢迎，欢迎。对。但是韩国说欢迎합니다。太长，对，太长了嘛。啊啊，明白了。中国说的比较短，到啊比较淡，比较淡。但到你们韩语说太长了。太长太长，对呀。真的吗？哦，所以我老公常常给我说，韩国韩语比较很长，比较不方便。对，因为很长。中国话简单。对，中国话简单，但是方言太多了。但是方言太多。对，方言太多。四川、上海、杭州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有湖南、湖北、贵州，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懂。不懂。我老公说，喝汤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喝汤。喝汤，我。喝汤什么意思？喝汤，饮料。喝汤是吃饭了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换一个地方，在我老家，有时候去了农村下面，说喝汤了没有？啊，行吗？行吗？换个地方。医疗也不听不懂。对，喝汤是吃饭。对，吃饭都没有。就是四川的，不是我们那边的啊。你到老家。对，老公，我老公来了。你吃饭吗？吃饭。我不做这个，我去吃。爽了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很好，你应该赚钱很多。我要每天阿婆。你赚钱很多，我可以每天阿婆。加油！好满意。谢谢大家今天也看我的视频，我们的视频，拜拜。